邀请到分家南滨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农业局、大局、干务局、水利局、地政局、观光旅游局、七股区公所、甲将军区公所相关人员列席啦吼。啊，咱今仔日第一个就是讲要请到咱的业务相关单位吼，针对本案的进行报告。啊，咱的农业局局长是毋是请你报告吼？大会主席各位议员先进今天呢由农业局来代表就这一个湿地法跟各位做一个简要的一个报告。我今天报告的一个大纲就是包括前沿还有重要湿地划设的严格本市辖内重要湿地第四是重要湿地划设的影响评估，第五是结议。湿地法的一个保育的一个制定，时间呢是在102年6月18号，那公布的时间呢是在102年7月3号，那施行的日期是在去年的2月2号，所以这个整个公布的时间。制定的时间跟施行的时间都在这里。那另外呢，湿地保育法总共的条文有42条，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第七条，湿地的评估、变更废止及重要湿地保育利用计划的拟定跟审议。那第九条是重要湿地的变更跟废止，第四条是重要湿地的评定、变更及废止作业审议规定应该公开咨询说明会。那十六条是重要湿地的功能分区的规划跟限制开发或建筑。第20条是开发或利用未在重要湿地或重要湿地保育利用计划内，应先征询。中央主管机关的事项。21条是重要湿地重来之现况使用辅导及管理。25条是重要湿地范围内禁止从事之行为。27条是审查许可开发或利用行为之原则。那30条是开发或利用重要湿地之限制。那40条是本法公布施行前已经公告之国家重要湿地的处理方式。那接着下来就是报告辖内重要湿地的划设的一个严格。那这一个重要湿地呢，1995年内政部就公告划定国家重要湿地的作业推荐须知来做这一个重要湿地的一个划定。1996年完成全国75处国家重要湿地的评选作业，然后呢，在同年的12月20号来做受证。那1997年的时候，1月11号核发国家重要湿地证书。那到100年的时候，公告82次国家重要湿地的名册跟分布的图。那102年7月3号就公布了湿地法。那103年办理42处国际级及国家重要湿地范围的一个检讨。那104年1月28号公告42处国际级跟国家级的重要湿地确认范围。2月2号就是湿地保育利用法实施。那这个本市的辖内的重要湿地，包括有曾文溪口，还有饲草湿地是国际级的湿地。那其他还有八掌溪口、北门、七股盐田，还有盐水溪口这一个6处的一个国家级的湿地。另外还有2处是嘉南皮镇还有关田的一个湿地所以这是地方级的一个湿地的一个情形。那其次呢，就是本市辖内的重要湿地在这边呢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曾文溪口跟曾文溪口湿地1996年划设的一个面积公告前是3218公顷，那104年公告的面积是3000公顷，保育利用计划涵盖的面积是3088.7公顷，那市草湿地是96年划设是547公顷，104年公告是551公顷，那保育利用的面积是795公顷。那这两个是国际级的湿地，那第三是七股盐田的湿地，那在96年划设的时候是2997公顷，另外还有1636公顷呢，是未定的一个湿地。那104年公告的面积是3697公顷，那保育利用面积呢是4496.68公顷。另外盐水湿地的部分，这一个划设的面积是96年是635公顷，那104年公告面积缩减为453公顷，私有地面积是有这其中呢有3.92公顷，那保育利用面积是453公顷。那这一个管理机关呢是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另外呢八掌溪口的湿地呢96年划设是635公顷，那104年公告面积是628公顷，那私有地面积有42公顷，那这个私有地的面积啊主要在猴道里面。另外在北门湿地呢96年是划设2447公顷，那104年公告面积是1791公顷，私有地面积有36.41。那嘉南皮圳的这个湿地96年划设的面积有1383公顷，104年公告缩减为195公顷，私有地面积是49.23公顷。那关田的湿地啊是15公顷，96年是15公顷，104年公告也是15公顷，那私有地也是15公顷，主要是台塘地。那这一个目前呢重要的湿地啊保育利用计划还在研拟之中，那这个管理的机关就是台南市政府。那以下呢是曾文溪口重要湿地的一个范围，大致上是从曾文溪口的出海口北起国盛灯塔蓝体的堤防一直到这个南海埔堤防跟九块处的一个堤防南至曾文溪南岸的青草仑堤防东以省道台17线国姓桥为界，西侧海域至等深线6公尺的地方这是曾文溪口的湿地。那市草的湿地呢是曾文溪口跟鹿耳门溪盐水溪跟嘉南大排的汇流处的之间省道台17线公路西南侧，那被台南市科技工业区分隔成3处，分别为 A1 区为高跷横的繁殖区， A2 区为北汕尾的水鸟保护区， A3 区为竹花港的水鸟保护区这是国际湿地。那七股盐田的重要湿地主要北起将军渔港南侧堤防，那东以南25-1南25级堤防为界，并排除昆孙渔港，南至七股西湖北堤堤防，西侧海域至等深线6公尺处，包含青山港沙洲、王子寮沙洲及顶头沙洲。盐水重要湿地位在盐水区出海口北侧，包含丝草内海及嘉南大圳的排水线，南至安平堤防东以这个我想呢这个部分呢就请大家参阅。那接着下来呢我来报告重要湿地划设的影响评估，那包含呢
工业厂区还有治水防洪都市计划、土地利用、农林渔畜还有渔民生计整个几个项目重要划设的一个影响湿地保育法25条第四款在重要湿地或其上游周边水域投放化水物品排放后倾倒污水废弃物或其他足以降低生态功能的污染物那因为其上游及周边的界定范围如何市政府呢也有函请内政部函示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函入因为本市湿地涵盖重要河川水域其污染来源难以认定所以上游周边这个利用这个部分那还需要就本案的影响评估就是以湿地的范围来评估那湿地保育法25条第六款没有经未经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许可之砍伐采集引入捕捞等等的在其他法律有另有规定的重启规定这一个部分呢涉及到执行的疑义那本府呢也请内政部来订定相关规范那市长在105年7月27日拜会内政部营建署长建议湿地保育利用范围应以原划设的湿地范围为原则兼顾农渔民生计跟地方的发展获得营建署许署长的一个回应那在工业厂区的部分新设的工厂要实施这个环境影响评估那重要湿地内的灌溉排水蓄水放淤积水投入标准这一个部分应该要符合这一个计划那七股工业区开发案应非位于重要湿地范围为其排放至增温许可的重要湿地要符合重要湿地灌溉海水放溢后积水投入的一个标准那在这一个部分呢结论是第一点本市范围内没有工厂划入第二七股工业区之开发排放水排放至增温溪口湿地只有排放标准需符合重要湿地内灌溉排水蓄水放溢积水投入标准所以不影响这个开发那在治水防治方面海岸的防护还有河川的整治跟防洪水利设施的设置水道的治理计划因用地范围内有需要做紧急河川的修护那依照水利法的规定各项的行为将纳入保育利用计划允许使用项目来处理那治水防治的一个结论就是在湿地范围内现有防洪设施皆不受影响在都市计划方面市场重要湿地这一个部分因为位于台江国家公园范围还有增温溪口七口盐田及盐水溪重要湿地则部分位在台江国家公园范围所以它的位在这个开发呢要符合国家公园法的相关规定另外嘉南皮郡的重要湿地的大潭皮位于公园用地外增温溪口市草及盐水溪三处重要湿地涉及都市计划范围仅少部分零星的河川区农业区及公园绿地这个都是公有地另外北门重要湿地则位在部分河川区及盐田区在都市计划尚无显著的影响所以都市计划的一个部分结论就是划设的这一个国家重要湿地范围在国家公园内需依国家公园法规定办理取以少部分的零星为河川区农业区及公园用地所以对都市计划没有显著影响在土地利用方面国际级还有国家级的重要湿地的核心保育区及生态保育区不得开发或建筑目前核心保育区增温溪口重要湿地有黑面琵鹭主栖地
饲草重要湿地有饲草野生动物保护区啊。另外在生态护育区的部分啊，饲草重要湿地有饲草野生动物保护区啊 A3 区。那七股盐田重要湿地有公有盐田啊，在农林渔畜方面，湿地保护法第21条第一项，重要湿地范围内就是土地，都为农业、渔业、盐业及建物等重来之现况使用，但有但其使用违反其他法令规定者，依其规定办理。所以现在在湿地范围内的农渔畜皆符合重来现况的使用没有受影响。那新增农林渔牧之开发利用，其设置提供住宿、餐饮或温泉服务之休闲农场或农产品加工场所，这个要实移温或移址之新建应实施环境影响评估。那农林渔畜的一个结论是湿地范围内现况没有林业及畜牧业之使用，所以没有影响。农业及渔业均为重来之现况使用保障合法使用，也没有影响。那在渔民生计方面，曾文溪口还有七股盐田、盐水溪口、巴掌溪口及北门五处重要湿地之海域等深限六公尺，涵盖本市区划渔业潜及部分专用渔业潜依重来之现况规定，不影响该渔业范围内既有渔业使用权利。重要湿地范围未涵盖本市渔港划定区域不影响渔民使用渔港相关设施利用之权益。那在渔业使用行为涉及相关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规定者依其规定办理所以从来经评估呢也不影响湿地保育的标的建入这一个建议就是纳入在允许民自利用的项目。那在第四点，就是重要湿地范围呢，既有渔温涉及整地及整池等放养前之作业，属于养殖渔业之必要工作，无需向该湿地所属主管机关申请许可。那渔业行为需符合渔业法、国家公园法、发展观光条例或野生动物保护法等相关法令之禁止事项。那在渔民生计的方面呢它主要的一个结论就是现有的渔业符合重来之现况使用，渔民捕捞及养殖不受影响。那第二点是湿地是众多生物的栖息觅食的环境，亦可增加海洋中的鱼群量维持沿海地区养殖渔业的经营增加渔民这一个收益。那第五点总结湿地保育法强调民自利用除了国际级的国际级、国家级重要湿地的核心保育区跟生态保育区不得开发或建筑外，区域分区为有条件的开发跟利用。那湿地保育法保障湿地范围内的土地得为农业、渔业、盐业及建物等重来之现况使用，现有之渔业活动将纳入保育计划民自利用项目，不影响渔民生计，为仍需符合现有其他法令规定。那第三点，湿地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及确保天然治洪等功能，且可增加海洋中的鱼群量，故可维护渔民捕鱼的环境与潜力提升渔民的经济所以湿地保育利用法的这个影响评估呢就报告到这边敬请各位指教。好，那感谢农委局局长的报告。那我们其他局势是不是有补充报告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请我们的陈超来议员针对本案的进行30分钟的这个简报
大会主席吴通龙吴议员，还有我们建设委员会的专门委员，各局处的首长，还有与会我们云嘉南七股公所、将军公所以及各位同仁，大家高照。本席今日针对的是闸门溪口湿地，甲七股盐埕湿地，这两个湿地多好6698公顷。第一个问题，等一下农业局长你先记咧。台南市政府上上下下在划设湿地的过程，有哪一位我们市政府的任何一个人向地方的居民来报告说明？第二个，6698公顷的土地涵盖13个里，4个里被包围，304个居民的私有土地被包围，9个里紧邻在旁边，无人立为湿地，影响14000人。如果含周围、周围的影响40000人，无人立，全世界无人立为这湿地。拉姆萨公约，它的最主要的精神，它有163个会员国，台湾不是国家，它没有把它列入。唯独台湾，你不能逃过拉姆萨公约的精神，就是要取得居民的同意。这一点是我们台湾最糟糕的民族倒退 的一个地方。那另外，我要请问这个台江国家公园跟云嘉南国家风景区，七股盐田湿地跟曾文溪口湿地，6698公顷，95%。都跟你们两个处重叠。那我所知道的，在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在你们营建署开会的时候，他特别当场发言，这个有会议记录哦。他说阳明山国家公园已经有国家公园法可以管了，不需要再有湿地来了，湿地法来处理。他义正天分的这样的讲这样的话。那我不晓得云嘉南国家公园区，当然，迄阵你开会，迄、那个处长用审判，迄、那个处长已经退休啊啦。啊，台江国家公园现在还在地方办说明会，现在哦，已经办了第4场了，要扩充版图，结果扩充的版图都跟湿地重叠，这让人想无一个国家的政策，会当云嘉交通部云嘉南国家公园区的管辖区域。国家公园管理的管辖区域可以被湿地超越，就跟你呼呼的，你都没有，就是我湿地的，这什么政策呢？怎么会有三个单位重叠在我们那里呢？我们是做过欺负的呢。这一点也请这个云嘉南国家风景区也特别等一下提出来说明你们的立场，因为你们是交通局的，如果台江又是内政部的。那另外我们今天要报告的主要的是影响地方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大，过去我们七轻也都是反公有地啊，反湿地也是公有地都一样啊，我们反七轻成功就因为看到六轻今天的状况，就觉得反七轻是对的，因为我们要有更好的选项，地方的发展要有更好的选项。安怎你台南市政府是出外人呢？对这块土地无感情呢？另外，自由渔民在南线区渔会的自由渔民，在七股将军北门的这个自由渔民，20000多人。全台南县过去的台南县有40000多个渔会员，20000多个自由渔民，伊底下扣车水啊，饲囡仔大汉；扣海菜，饲囡仔大汉；扣螺啊，饲囡仔大汉；钓鱼啊，饲囡仔大汉。底下下网格，底下抓金马虾啊，底下的生存。
盐埕荒废三十年，因等落雨的时阵，盐埕街也听雨鱼啊，起来饲囡啊，饲囡啊，饲大汉，没有影响吗？湿地保育法里面规定很清楚嘞，没有相关机关的核准是袂使的呢。你拢讲可以重来，无影响。渔民啊，你家你都要怕死啊啦。那么，另外，湿地保育法在1996年到101年之间是讲补助，就是讲我鼓励你去写啦，写研究啦。啊，研究局啊，我给你采纳了。啊，结果评审是啥？评审是环保团体。啊，环保团体写书地，然后自己评审，球员兼裁判，没有法眼依据，这是看莫名其妙的代替。那么现在我特别做一个简报，好，我们开始哈。11月7日。我甲律师、甲几个里长去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各营建署内政部部长、营建署署长，而且要确认他的公告是无效的。刚才秘书无政府啊呢，阮民告官，啊，咱拢无台南市政府啊呢。民告官呢？这一个内容，好，下一张。里面，我们律师跟本人的发言，伊拢不会通讲呢。从行政院核定的国家计划，并无授权行为。104年的公告确认范围的法院依据是什么？这是没有依据的。第二个，104年的公告范围有无经行政院重新核定，他当庭也没办法回答。这个国家是安呢，没有依法的欧北部呀。再接着，那刚刚我已经讲到了，苏焕智前县长为了还七清，过去的土地发电，以剃光头还七清。阮伫遐拍拼八冬，我着流血流三摆，我规家伙也阁险向台死，是安尼你翻七千的呢？迄、那个感情系伫即块土地呢？啊，七千即马六千是安尼？迄、那个时阵过政报部队拍呢，用个政报部队，你甲看，这个不是假的呢。那接着，苏焕智反七千成功以后，他就希望说。那台南官无力，伊希望云嘉南国家风景区入来发展观光，配合着观光旅游局的观光发展观光，所以靠陆陆续续的一些地方的观光的小东西跑出来，但是现在还是像扮家家酒一样啦。我是盐港的子弟，你甲看这张相片的背影。这是很心酸的。过去50年，日本来这50年，强制征收阮祖先的土地，干那阮公啊，就23家许征收去。过来就沦落迫业嘛，做苦工啊。日本战败，国民党入来，搁37栋搁做盐，嘛无幸予当地的居民啊。然后伫民国71年。因为劳基法73年要通过，所以赶紧遣散劳工，然后荒废到现在30年，坑到近35栋啊啦！啊，35栋讲今嘛就湿地了，这些盐田都高于海平面 的上面了，不是每天跟着潮水上下的了。啊，靠遐人下的工作就湿地。个秘书咱拢唔捌，咱拢咧反报，啊，师弟，你拢该高尚。接着，好，我刚刚讲过了，6698公顷占七股将军4.44%，
而且哦，43公里的海岸线哦，台南县为闸门溪口一直到北门的集水溪，安尼43公里的海岸线，3海里划做湿地。较早蒋介石来的时阵，规个海岸线你拢袂动，我迄就是国防保安连。即马戒严，70年代戒严取消啊！你即马90、100年代啊，还阁要来将海岸迄落控制起来。现在已经在解编了，水源水质保护区也在解编了。你即马换你要过来甲阮控制，这有恐怖无？是戒严呢？过来。那我们当地居民知道了以后，阮拢爱袂去说明的哦。大家都站出来啊！这说明会，这伫台江国家公园母鸡场，过来。这个是台江国家公园推挤的状况。当时黄伟哲立委在里面，这个乱成这样子，还丢鸡蛋，过来。然后我们台南市议会公务委员会。就在七股公所办了这一场公听会，但是政府你是没在插呢，你是没在插完呢。K 北不是台南市呢，含南花园区，现在我们要走了呢。我们海岸线，我们是没关系呢，我们就自己去办呢。你看这么多人，站的站，站的站，这么多人你关心这个事情。过来，我们1000人到市府来，你看看，你也接受陈情书，我们是来陈情的呢，不是来抗议呢，哦，但是群众没有报，你看跟警察推挤呀、啊，接着来到议会旁听，你看你的讲话，哎。就对，你讲的，你无看到这个场景，大家在遐咧骂你，这个你个站卡就是你讲，甲市民拢不关呢。来，那我们的生存权、工作权、财产权，这个是地方自治法，我们的宪法都有保障的。接着，另外议会做了3次的决议，3个公文都寄给内政部。内政部置之不理，无政府遐无尊重一个民意机关的啦。讲你袂使继续嘞，他一意孤行。来，既然安尼，人民爱家己觉悟，所以就开始去国立办说明会，让因知影讲，人你家己为实的是啥物意思啦？恁是咧犯啥啦？过来。家是要山高的说明会，这400几个人出来听。进说明会上面听，400个人，所以那叫陈廷威立委现身说法。接着，家陈冠新、叶宜津现身，过来。家龙山里有真侪民意代表到场，过来。好，我们这边快一点，这是中寮。接着，这是十份，那这是顶山，好，接着这是盐田、盐城里，然后等一下回来一下，然后我们率领了500个人到营建署去，这个这台北啊，我得坐游览车辛苦了，500个人去台北啊，过来。接着，现场我们前县长苏焕智，等一下回来一下。好，苏焕智现身跟民众讲话，那这个陈廷辉立委也出来相挺。我们递抗议书给营建署，接着，然后进了会场是代表人进去，
二十几个人进去，进去陈廷威立委他就主张今天的会议改成座谈会，因为程序不符。那苏焕智他就以法律人来说，私地保育法将来会有出很大的毛病，不但是危害人民、危害渔民，而且第40条绝对是违宪的。他就当场跟这些专家学者跟他们告知。好，接着，那我们接着转到行政院，行政院的组长出来接我们的抗议书。好，接着。我们也去特别去印制了文宣夹报，开行啊！那政府不会走，我来走了。甲民众讲是安怎，恁是安怎，咱你分析的。接着，这个有两张哈，有两张。接着，那我们也制造这个广告招牌，和地方的民众知影，让开车过的人知影，讲车就是要给咱为做湿地。继续，接着有四个大型的看板哈，接着，刚刚我已经讲过了哈，日本强制严定，国民党戒严的时阵接收到民国71年，迄阵咧阁戒严的。73年，都计划要通过，赶紧将严赶赶走，一可恶的政权了，哦，然后荒芜了35年，不是30年，民国71年到现在105年了。接着，无人要插完呢，底下荒废35栋吼，也无要建设呢，今麦讲湿地呢，这一个地方是过去100多年前先人在这里。为大陆过来，来这开垦这个大渔场，你看一个都是大渔场，然后才变成盐田，然后才荒废，现在在那里。接着，家要够203个私人的土地地主去给包围掉了呢。伊讲无啊，我无拢无用恁私人的土地，结果哦，将阮私人的土地给包围伫内底啦。你看咱要安怎生活啦？我若无讲是恁唔知，伊就讲啊，这参私人的土地拢无关呢。接着，13个字吼，这13个字拢等于那些切克书出来，讲阮无接到内政部、营建署、甲台南市政府恁任何一个通知。私地保育法它有规范，第10条有关啦。接着，你也看吼，包围阮这13个字。无人安尼话呢？这将军，这一半啦吼，一半才是将军，这边才是七个，安尼吼，规个面积占44%，内面长沙里、平沙里、昆山里、昆明里、三吉里，尤其昆山、昆明被包围在里面，顶山里被包围1/3，中寮里被包围1/2，西寮里被包围在里面，盐城里被包围在里面。伊拢讲无啦，我拢参无甲恁人民拢无关系啦，整个被包围。龙山里的七股溪，人拢底下靠迄个专家，伊嘛要讲恶，要讲话。山谷十分拥挤，就跟曾文溪有关系。好，接着，我拄只有讲过，地位湿地就是一张作明的，这有证据的呢，这毋是甲讲甲环保团体亲自讲的。有13个环保团体，台湾湿地协会、台湾野鸟协会、中华民国什么会，这拢是环保团体，13个出席，6个是湿地协会保护联盟的，5个是环保鸟会团体的，家己写，家己评审。安尼，黑箱作业，过来。领了政府7亿多的研究费，7亿呢。好，接着求眼兼裁判了哈。那陈伟仁部长他也说这是前坑法案，我等一下随便跟大家讲，上面有这前坑法案。部长跟你讲这前坑法案呢，
接着，这个一定跟庄一株一园有关系的前坑法案。第一个，台南区东岭运动公园人工湿地错气熏天，引来民怨。当初规划的设计书必不见面，最后社区居民还是放弃了。台南市东岭公园人工湿地。第二个，台南麻豆的江阿妹峡谷人工湿地，这同岭啊，跟你有关呢。在经过一次台风后，就被冲走了，又冲走去啊，开过来千万。再来，台南市竹溪人工湿地，蚊子啦、粪扫啦、落叶啦、泥沙啦，环保署长张国荣，当时候的张国荣，去看DK人工湿地，他忍不住都摇头。最后，竹溪人工湿地就决定拆了，开过来千万。接着，台南市湾里人工湿地。早期这里是晒盐的盐滩地，嘛是拍盐的。后来土地闲置，立委争取经费，是因为环保署来，所以建筑人工湿地。台南社大理事长黄焕章长期监督湾里人工湿地，他发现吼、哦，现在水吼是抽取地下水，然后施工单位一再否认，那其实是抽地下水。接着，我们来看实况。家是东岭运动公园不堪入目的最后的结果。接着，家是地壳也湿地，咱阁看下面一张。你也看，你也看是变安呢？湿地是变安呢？好、哦，过来，书店来看。等下你看到书店，这张国荣，这个来看到这变臭水沟啊！再来，变啊呢？湿地变啊呢？过来，这拢开过来千万呢？过来，张国荣哦，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接着反而增加环境的负担，所以搞废掉。继续。台南市湾里人工湿地变荒地，咱的市场比较好，信誓旦旦，我们要将湾里人工湿地打造为美丽生态教育园区。哎、欸，你看看这家，好来过来。今嘛，目前争议最大的湾里人工湿地，说这个湿地是戴假面具的，这些人抗议，不断的在抗议，接着，起付投入5200万，投入2500万哦，变安尼哦，成为登革热的温床，这都不是假，这都实实在在的景象。继续。麻山大桥湿地运动公园，这嘛跟同龄啊有关系。当时一个吴镇长，安尼规划的设计，啊，怎嘛呢？规个水口泄洪，大水来，淹了了，破坏了了，无半项，水淹起到这，这还有草啊，这还有草啊，湿地啦，过来。现在又在重蹈覆辙，二人溪，你敢看伊安怎以签署二人新希望大家来，大家做回来宣言，二人溪湿地生态迈入新里程碑，那个看麦，梅西台风来得安呢？梅西台风来得安呢？还袂大淹水哦，还袂大淹水哦。这都不是假，这都现场翕的哦。接着，大家欢喜开钱，结果一塌糊涂。大家开始咧整理，已经迄个刮海呀，推土机来，这里开始咧整理啊。
接着，我这钱，我这钱，3,810,000呐、啊，得要搁弹落去水中啊！怎么跟你做啊？陈威仁说的前坑法案就是这样子。接着，你该看哪里饮醉？讲我举曾文熙就好了、哦，这是西港大桥，这条是西港大桥啊、哦。好、哦，叫主力注意，叫西港大桥。你到桥面哪呢？饮要到桥面呢？你是你曾文熙口师弟，你是你做什么师弟？大水泄洪一来冲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从头再来。你是你做什么师弟啦？这是平均2年3年都会来一次的啦。过来，那我们的市长去日本也至少有10趟吧？这几年6年来啊，来，接着。我们台南市的国际友谊事是台南是日本最多的。好，接着一张。有这么多啦，吼，有这么多啦，咱卖个念啦。这个意思是讲，你去日本吼，遐尼济摆，啊，咱的话台湾，你伫脸书讲，台南市是台南，台南市是台湾湿地上个大个，吼、哦，足骄傲，足爽个安尼。那你去日本，你有没有看看人家日本怎么样划湿地的？接着，接着，当地为湿地，需征求当地居民同意。无这项，因都不爱话，因为大自然要跟人民在一起，要人民能够接受，人民共同来参与保育。现在的七股将军谁会去抓鸟啊？大家都嘛，你可能叫我来边拢各个吃，已经是教育到人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了。你要何必来搞个湿地？如果农业局长你说的什么都没有影响，什么都可以重来，把整个台湾整个面积就化作台湾湿地就好了啊！就打嘛湿地，因为都没有影响啊，你干嘛要化湿地呢？是的，这个总会长湿地科学家营建署邀请他到台湾来演讲，他就斩钉截铁，一定要跟居民在一起。过来，再三重申，社区居民与所有利害相关人的同意，要经过这一些人的同意，咱无呢？中华大城甲丰原，伫民国98年办13场的说明会。中华大城甲丰原7000公顷，居民大家都反对，结果因怎啊浮掉？无爱，可以这样子，我们不行。啊，伊嘛唔敢来办说明会，啊，结果到彰化大丸大城跟方燕办了13场的说明会，被反对了以后，结果取消。再来，那母萨公约我都加一根，以重要精神的周遭居民的认同，这是全世界在划设湿地要有的精神。接着，都加我的讲，彰化县呐，哦，彰化县，啊，那屏东县建设处哦。在未与当地民众进行沟通前，不予划为国家重要湿地。屏东县政府建设处去发言的哦，这个都有记录为凭哦。啊，这个渔民沟通103年13场说明会全部反对就取消了。好，接着咱台南市政府，我老讲哦，讲安怎呢？多数民众尚不知其土地已被纳入湿地范围，所以未提出影响权利之质疑，拢唔知影呢？啊，你干那去补助学校啦、民间团体啦，补助因去写啦，啊、哦，接着，
内政部公告的42处国家级、国际级湿地，不管一般的湿地，潘水哥几分钟就结束了，一般的湿地加起来总共有83处，是全世界第一名。台湾这么大，全世界湿地第一名，比中国大陆更多，嘿，我就有够钦佩。中国大陆也有洞庭湖、青草湖。好，接着，已经快结束了。好，这是面积，接着，这是这样的一个面积，接着，以重要湿地平等变更会址与民众参与实施办法，这内政部规定哦。第一个，你要去当地乡镇公所、村里办公室活动中心办理说明会，不去办。第二个，你要通知重要湿地所在地的直辖市、县市议会，要通知议会、民意机关哦。议会没有被告知哦。第三个，要申请当地里长通知居民参加，拢无哦。所以开始去台江抗议哦。接着，第十条就是这样写。好，接着，法律规定的啦，咱伫遮吼，台江国家公园甲云嘉南国家景区来遮。八东，阮的人口减掉3773个，将军甲七股减掉3773个人，七股减1987，将军减1786，阮的低收入甲中低收入户搁增加，继续，里面有恶法16条、20条、25条、40条，所有的法律人看了都摇头。我希望讲，大家老师弟保育法，因为过去本一本给大家，小可去研究一下。农业局长，不要硬凹啦，唔通去讲好听话啦。接着，第16条，国际级、国家级重要湿地，除了什么第三款以外，不得开发与建筑，不得开发与建筑哦。过来。第20条，恁大家拢坐伫遮，都假拢讲无影响水啥，我读一下。湿地及周边环境，唔是干那湿地了，包括伊个周边环境哦。好、哦，你围着湿地伊个边啊，完了有关系哦。内办理下列事项时，要征询中央主管机关的意见，拟定变更区域计划、都市计划。这都要内政部给他们审查委员会同意哦，那个要实成哦。啊，不然哦，七个工作区啦，99年上去内政部营建署啦，新加进了105年啦，安尼嘛你信吗？6年啊，你讲无要紧，无问题，阮得开会，那同意得啊，开了6年啊，不严重吗？要实施环境影响评估，现在龙虾，现在问了，现在气象局在盐城里要搬1公里，要环境影响评估啊，本来明年就可以就完成的啊，人都在那里病变啊，都生癌吗？你说要再养2冬啊，这个没有影响吗？就是在眼前，他就需要环境影响评估，你都说不变，都说没关系，你讲迄较敢参熟悉，敢有熟悉？你去问那个气象局，兴办水利事业，你嘛爱问伊呢？啥物自洪都没有关系。今麦台江国家公园，那要铺一条路，要疏浚一个水沟，拢得先报迄个政府呢。讲国家公园就好，莫讲湿地啦。无影响，新办水土保持，要做一个花也袂使，得个问呢。
兴办还有其他事业主管机关审核兴办事业开发计划等等呢，以及 各其他的，你党都爱问伊呢，起龙社爱问伊呢，无代志拢无，拢无影响。过来，第二五条搁食啦，阮就会当去掘车水啊，阮就会当去掠南门台啊。即嘛六万到三十万，云嘉南跟台江是三千哦，即嘛三千哦，即嘛六万到三十万哦。放废水，等一下你就知影，放废水超过伊的标准，罚五十万到一百五十万哦。这是比戒严搁较严重呢。过来，伊。周围，敢那咱我甲算啦吼，算两百公尺来啦，得1119公顷，影响到遮啦，四万个人啦，过来。第二十五条，在明湿地的上游或周边水域的土地，也受利用限制。好来，安尼得影响啥？入水溪有柳营港口、新营港口，咸水溪有南科。树谷园区、永康工业区、永康科技园工业区，咸水溪呢？打新过呢？拢无人有意见呢？啊，影响者呢？再来，曾文溪关田工业区、台南县的盐水区、台南科技工业区，再来，这拢是未来都会发生的，恁拢规避。还有一个流氓条款，都是第40条。这不是我讲流氓条款呢，这是营建署同仁戏称湿地法第四十条根本就是流氓条款，营建署跟你讲的呢。过来，环保团体结合立委林淑芬在立法院提案，以冻结营建署及云嘉南国家风景区的预算为要挟，要他定负责，依附的负，原则的责，负责第四十条，过去公告的就算了，这个是违宪的了。接着，这林淑芬跟柯建铭联署的，两个联署都可以啊。过来，所以第四十条联盟条款就是国家级跟国际重要湿地施行后视为国际级国家重要湿地。安尼法律哪里在定呢？无法源，无法源的依据，过去拢无的变有呢？过来，营建署更糟糕，伊明知知影湿地保育法通过内面有第四十条，第104年的2月2号，他要施行公告，结果他。在前五天，1月28号前五天哦，公告说这两个地方是湿地，经过刚刚公告，安尼也算呢，哦，这不光明不磊落，黑箱作业。接着，不告知居民，这个不用说了，过来。那这一章哦，是在说营建署来这里办说明会。在永华大楼，在我们的台南市政府永华大楼6楼办说明会，这四个人签名，只有四个人去啊？是谁？四个警员，一个所长，一个侦查队，两个警员，四个人签名去印伫因的簿仔，讲你看，人有四个人去听呢？这很可恶的代志，这样伪造。接着。好，接着，所以是渔业跟工业都会影响的啦。好，地方发展就不用再说了哈。那你市长你会说都可以重来使用啊，而且也可以民自使用啊，啊这一些不需要审查吗？不需要相关机关同意吗？七股工业区就审了6年呢、啊。好，接着，所以在我们的乡土黑箱作业。我们绝对反对到底，无政府，人民家己来。接着，
那这个我刚刚都已经讲过，民意代表都跑出来讲话，苏万智他说四十条是违宪，黄伟哲说七股将军的这个失地的程序是违法的，陈廷威说要取得居民的同意你才能继续做。好，接着最后最近我们八月三十号下午两点在信义国小由黄伟哲召集的这一些人全部都到齐，包括分署长都到齐。你接着，啊，这个是现场，现场有这么多的里长、社区、地方贤达参加，不是我一个人呢，我一个人是被冲啥呢？我是没啥路用的呢。接着。说明会黄伟哲认为湿地划设程序违反内政部营建署制定之实施办法，说明会违法实施，所以分署长说在取得当地居民同意及民意代表的共识前停止冻结湿地保育法对上开曾文溪口七股盐田两处湿地之相关规范。这个是白纸黑字哦。接着我们的结论就不用再看，我看让大家看公文。接着，好，这是部长，内政部长，他说本部亦将加强与当地居民民众沟通，哀取得共识后再依法办理相关程序。这是公文哦，这最新的哦。好，接着这一张是分署长，营建署分署长，他也特别达成共识后再依程序办理后续审查审议作业。这个 这都有公文的哦。接着好，这一些都已经说过了。好，接着好，我刚刚讲了回来哦，市长哦，赖清德市长致辞表示，台南市得天独厚，境内的湿地面积为全台之冠，洋洋得意。好，接着，这里在他的脸书也是发表，湿地面积是全国最大的。好，接着。所以我刚才已经，我已经最后一页了，刚才我已经说过，市长他真的没有走出去，市长更不是这的人，他对这没感情，他不知道那块地过去安怎打拼，认真地留下来，这样，那人也没用心，做这个事情，你做，你说不伤我的心，你就迄落人讲单调的是笨蛇，遐人一居民，你也去遐讲啊，你也去遐讲啊。所以我咧讲，他出卖台南呢，他出卖台南呢。好，接着一张，最后一张了哈。这个土地是阮的母亲，是阮大汉，阮袂甲放散，这是阮永远。的乡土，我们这代不能去决定后一代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代要替后一代知道的时候做我的事情。谢谢各位，谢谢。我们感谢到我们单调的议员，对我们台南这块湿地真用心，我相信你今天报告的跟我们农业局局长报告的像有一点出入，所以我们今天所以我们来开放我们议会所有的同仁来讨论，依照登记顺序，每一个议员只剩十分钟，请。我们的李文正议员，多谢主席，头久我们农业局的一个报告啦，搁在那个单调来议员的一个干部啦，这个看起来那阵啊，
这个单调来议员准备的资料吼，填得较丰富，哦，填得较充足。啊，这个印证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讲，因为啊，咱这个三年官两年满啦，哈、哦，因为咱做这个局长，做这个市长，可能咱连工都无伫这个职位啊咧。啊，但是呢，啊，咱在地这个感情哈、哦，这个是世世代代啦。冤冤冤冤啦哈，所以咱的这个湿地一个划定哈，这个是真好哈。今仔日咱大家有要来保护咱台湾这块土地，要来保护咱台湾的国家，哈，这应该是一个好代志啦哈。哎，但是好代志的时阵哈，应该咱的这个。市民应该足欢喜才对咧。哦，啊，这政府吼、哦、要来保护阮的土地咧，吼、哦、啊，所以当然阮的安尼足欢迎的啊，吼、哦、啊是安怎？今仔日大家才会爬起来跳，吼、哦，今仔是安那大家才会无去信任这个政府？哎、这就是政府咱来检讨的一个所在嘛，吼、哦。所以这个国际这个阿萨姆公约哈，这个湿地保护的这款的公约，哈、哦，啊，我呐看单调来议员伫咧啊介绍这个其他的国家的时阵，因议员拢爱取得人民的一个同意啦，哈、哦，咱今仔要对这个土地来保护，哈、哦，当然这个。大家欢迎的袂赴啦，那有者讲爬起来跳，那就是讲啊，搁再来反对咧。哦，这个一定有这个原因，哦，有伊的这个问题啦。哦，啊，伫这个所在，哦，我想咱今仔日啊，这个专案报告，吼、哦，一个上界重要的精神，吼、哦，因为咱来有这款民主的一个精神，民主的制度。哦，今仔咱要来画这个湿地，吼、哦，咱要安怎来保护？吼、哦，哎、这个大家应该好好啊来讨论，吼、哦，啊，咱嘛利用这个机会，吼、哦，来和咱的这个当地这些居民、这些市民啊，来做一个安尼沟通啊，做一个互动，吼、哦，可能是咱政府吼册读较济咧，吼、哦，所以可能恁较高级咧。吼、哦、啊，因为可能遮个讨海人吼，遮个渔民吼，可能较无读册咧，所以吼、哦，可能恁感觉讲恁这拢是较无水准的咧，吼、哦、啊，但是呢，嘛不要紧啊，吼、哦，咱嘛当利用这个机会，吼、哦、啊，无你得来阮教育一下嘛好，吼、哦、啊，你得讲来阮听看卖咧嘛好，吼、哦，你来阮宣导一下嘛好，你来阮说明一下嘛好，吼、哦，应该是安尼啦，吼、哦，局长，吼、哦，局长。哦，是不是讲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精神，就是爱取得啊，咱当地吼的一个同意，吼、哦。安尼的时阵，咱来实施这个法律的时阵，这个咱也较有可，较袂造成民怨嘛，吼、哦、啊，较袂去互叮当，较袂去互招精气嘛，吼、哦。所以这就是咱民主的精神嘛，民主的制度嘛，吼、哦。哦，这个局长是不是？好，即马即个呐，听单调来议员，咱伫咧报告的中间，好、哦，即、这个咱伫立法院，即个立法委员，好、哦，伊嘛是讲，若无处理强势进程，啊，即、这个得爱暂缓实施嘛，吼、哦，局长，诶，是毋是你会当回答一下？多谢哈，李议员哈，即、这个搞我的即个指点啦，吼、哦，啊，讲起来即个湿地法就。去年哈开始公布施行以后，就是地方啊哈地方上有真侪反对的这个声音啦，吼、嗯、啊当然这个主要就是原来无体现哈民主的精神，无甲地方啊去做沟通啦，啊说地方的民众不了解，吼、嗯、啊第四讲中央所立法。啊，甲咱这個地方的这个民众中间啊，有这个迄、那个啊，真大距离啦。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哈、哦，当然要有部分咧进行这个这个保育利用计划，就是讲以这个法的这个下面这这个叫做保育利用湿地保育利用计划的这个讨论。
啊，即摆因为安那，在即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吼，啊，有真济即个地方的意见，啊，事实上啊，也无完成啦，吼，啊，所以暂时咱即个工作拢也无讲吼，伫进行正式来公布来通过，吼，所以，嘿，即个咱就呐爱吼，大家利用即个机会，吼，咱嘛爱来思考啦，对，吼，迄个局长，你敢知影讲咱台湾呢，即个一个山拿伫啥物时阵被迄个鬼的撤了了？你敢知影？知影啦，迄个迄个。多功夫以后大概六十几年迄个时阵啦，迄个上济初上济啦。即个就是多伫即个国民党的时代啦，甚至讲1940年啊，即个台东啊战争嘛，当然迄个时阵日本伊就因为战争的关系，所以就暂时停止即个国家公园的即个开放嘛。一直到国民党过来了后，就戒严嘛。一直到这个1980年这段40年的中间，吼，台湾的这些鱼脑鸡，台湾的山内这些规个森林，规个自然生态，就是安尼一早离境啦。所以今仔咱看到真济大财团啊，今仔日真济人，咱听到真济故事啊，是因为彻查去偷彻查去交给山鸟处，交给林务局。交给政府，来得到这款的一个财富啦。当然这是在山顶的啦，所以这是台湾人的一个悲哀啦。所以这个咱有哪用人来做中心？今仔日你也看这个，那是讲这个渔民，我讲一个真简单的例啦。你大城湿地啦，咱卖讲七轻啦，这个八轻啦。这个国公石化，因嘛是要伫大城湿地，要来伫遐起这个八轻，对唔对，局长？对。啊，到尾也是啥物人出来反对的？渔民嘛，所以这渔民伫底山替咱来固守咱的这最后台湾的一个净土啊。结果今仔日，咱把这渔民当作是敌人啊，当作讲是妨害保护湿地，所以这个是颠倒病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个渔民，因爱靠海生活，这个土地就是因的生命，就是因的感情，世世代代伫迄个所在。所以有当时啊，当我伫电台伫咧讲我过去囡仔生活，伫一在金城、李君新啊，这过去拢是湿地，过去拢是气温啊。真济咱遮听众朋友，大家讲文静啊，我若听到你咧讲你过去做囡仔遮一挂故事啊，遮个情景的时阵啊，因拢听较耳啊啪啪，所以今天你再说啦，你说像分家南风景区啦，台江国家风景区啦，这个渔民你去打一间运寮不行，结果我们可以在这个四处那个地方起一间这么大，像豪华邦大，像王宫那么大一个建筑物，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啊？这个渔民伊安尼打一间运料，要来挤两包啊饲料，要来用一个设施安尼，伫遐高温啊，安尼袂得，你若看上迄一天，咱水利局长，水利局长，你即马你讲伫这个海岸中间，你要过来做一个什么保护这个避免大水淹入来这款的一个建设，所以今仔日破坏湿地上严重的原乡凶手。就是政府啦，你也看伫这个海岸线的中间，你也看这个黄金海岸迄只船屋，竟然伫海岸线的顶面会当来起一个无建筑七角这么大的这个硬体建筑物，伫咱的这个海岸线，迄是毋是搁变这个美丽湾？台东的这个美丽湾搁较严重，台东的美丽湾有原住民出来抗议呢。所以才会来抵挡这个财团呢。你也看，咱伫这个西部遮，结果你也看政府会当安尼来起款的这个物件，所以这个局长，咱安尼就是讲这个湿地，
啊，感谢到咱李文正议员吼，啊对咱湿地的关心啦吼。那么咱帅气话，咱的曾玉珠议员吼，咱单调来议员是免了咱曾玉珠吼，好啊，安尼咱就先和咱曾玉珠议员讲吼，十分钟啦吼。好，谢谢啊，感谢主席吼。其实阮今仔日在现场吼，啊，阮遮议员同事，可能就是文正兄。啊，咱刁兰兄，刁兰兄，恁的祖先有哪做鱼仔吗？啊，我嘛是哈。啊，咱蔡衍立嘞，恁的祖先是做啥？养鱼啊。所以今仔日伫个会场中，都四位议员拢是看做鱼啊，甚至个拍盐，拢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伫这个所在哈，我买当讲哈。我在我的人生过程中，我吃鱼比吃肉较多，因为我的大哥是做鱼翁的，我爸爸也是做鱼的，所以我一世人跟鱼业也是脱离无法度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所以更加我会去珍惜讲鱼啊、做鱼甲土地，是我每一个吼，我算我的家人吼，生生不息成长的一个资源，所以我会当去感受到。包括今嘛，阮阿叔嘛是搁咧做鱼，阮阿丈嘛是搁咧做鱼，所以阮的世世代代，就是等于讲拢是牵起脱离不了关系。所以我会当感受到，哦，咱刁兰兄头句话，伊说吼特别吼做饭顶片好碗筷，讲啊这尼啊详细，这真正爱有做一门足深的功课吼，靠法多来这个所在吼，甲阮介绍噶，哦这尼啊详细。所以我吼伫这个所在吼。一定要让我们农业局局长许局长民主的程序，我相信你也比我们更清楚，你也知道现在他们说人民是头家，我们都是算公婆，我们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我们也要取得共识，这样我们政府在推动政策的时候才能更加顺利。你如果没法度让我们的人民去取得共识和凝聚力的时候，其实咱政府的一挂政策在推动，会得到足侪绊脚石，甚至嘛无法度去前进啊。所以我伫这个所在吼，爱予咱支付这个官员吼，特别了解。咱今仔日拢总有六种嘛吼，啊，佮包括咱云嘉南管理处、台江公园管理处、台江公园管理处没有来嘛吼，他们没有来出席吼。我们要让他们真正听到阮的声音伫对答。所以头先文正兄有咧讲到Hinoki，其实最近吼，咱吼溪北遐吼，冒一间大庙，即马咧兴建，结果因内面需要的Hinoki，听讲啦，但安尼陆续买吼，爱买10亿，靠法度甲迄间大庙起起来。结果你敢知影？伊迄间大庙要起的这木材来源，竟然走对去倒搭买，你敢知？去日本买，你感觉这足见笑的袂？当初Hinoki伫咱台湾，迄是算讲咱最重要一个木材资产。结果嘛，毋知安那方法，互人搬归到吼咱的日本迄边。因即马要起间大庙，竟然还阁用几啊倍计数去甲迄个Hinoki卖转来，说真正是一件足悲哀的代志。啊，当然一个亲近的家园，我想住伫咱台南市，咱遮的市民，大家拢乐观其成。我嘛希望我的家园是足水的。但是政策的制定，有时候也要鱼与熊掌做一个兼得啦。您袂使为着您的政策啊，甲市民、居民的生活置于不顾。我感觉安尼是非常不厚道，真的不厚道。你如果要制定这样子一个人工湿地的山，你嘛爱考虑着咱居民，因要何去何从，也要给他们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我查讲啊，我这湿地为了。你这人要哪去给你转型？要哪去来转业？啊，那无的时阵呢，来引起的抗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无适当的政策。吼、哦，虽然人工湿地，头过咱刁人兄嘛特别讲到湾里的人工湿地，我起码较早讲湾里的湾里人工湿地，会当讲是擦脂抹粉，但这标明尔，唔知讲内面的问题竟然是这尼多，我今天才知道哎，所以其实。我湾里的人工湿地到今嘛，嘛无去进点着虾米货，就是
摆明了一个人工湿地底下吼，湾里在地人、台南市民来讲啊，湾里有几个人工湿地底下，到底有没有真正去达到净化？这个可能要再请问我们水利局局长，我们那个区块到底人工湿地，以迄个所在讲有要净化水质，有没有做到？局长，你敢有去了解过？我们彭局长有没有真的去了解到？跟庄议员做一个报告。你有去过迄个湾里人工湿地没有？湾里有，湾里人工湿地目前都是由环保局这边在做一些相关的管理。哦，相关的管理嘛，所以这个业务上你可能也不太清楚。对对，好，你请坐了哈，你请坐。像陈超磊、陈议员刚才也讲到，我们竹溪的人工湿地，对不对？是。花了那么多钱，结果得到的是杂草丛生，废墟一片。今麦咱起户，今麦过来改变政策，要过来做净水厂，对不对？这些报告就是讲，头段。条例以则嘛是有讲过，就是讲要参考国内外相关一些的案例嘛，哈。嗯。那就是后来我们就是发现，就是说像日本的话，它在比较都会区，事实上它都是用这种加强型的，就是把意识放在局长啦。局长，我重点是本席是要让你知道，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再去改变要做净水厂，就是东冲。迄、那个人工湿地是失败的嘛，那是開放式的，所以无法度啊。所以你今嘛还过来急转弯来改变，讲要来进做进水厂嘛，啊无对遐居民嘛无法度交代，是不是？所以你请坐。所以人讲吼，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较严重。贪污乎你一改，错误的政策一旦啊落去了，永远都没办法去做改变。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中央跟地方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有慎密的思考，卖东西为着要做政策来做政策，而且所开的钱，拢有当下是无得动呢。咱拢常常讲，咱政府财源缺乏，欠款欠款，结果有一寡钱拢是开伫无需要开的身躯顶。你若讲头我吼，刁兰兄嘛特别个提起，但因七个所谓人工湿地，需要的面积就这么尔大，啊，请问未来这人要安怎办？是到底是巴肚较重要，还是鸟仔较重要？这个人有个人的解读啦。但是我是希望取一个平衡点呐，应该要有一个平衡点呐。当然，那么希望有一个美丽的家园呐，吼。但是呢，咱底下卫生，底下要靠遐趁钱的人，遐渔民，你要叫伊哪哪办？我是我们政府另外有另外一套配套的措施，要安那敢做处理吗？局长有没有？许局长，是不是你家好，你拢话啦？啊，请问这渔民，你要何样呐？安尼，你告诉本席。我伫遮补充者哈，头拄啊，迄个庄议员哈，有咧讲伫咱遮人工湿地的迄个部分哈，实际上伊无得伫迄个湿地保育法内底啦，哈。啊，迄人工湿地，迄是看起来都是建设方面的一些问题啦。局长，我刚才是特别提起，是因为最主要是湾里那个是营建署的用地，没有关系。我今嘛是针对陈超磊议员所讲，哎，溪谷那边有将近1000多的公顷是私人的土地，啊，你要叫这人何去何从？如果真的划设人工湿地的话，你这人要叫伊安那办？在这个里面哈，那个有关有没有湿地哈？私人的一个土地哈，划在里面，我们在报告里面呢、啊、都有提，大部分来讲都是划在这一个公家的一个湿地上。好，我所谓的通家是什么？通家？公家就是说公家啦，不是通家啦，是公家。哎，公家的地啦。啊，但是公家的土地有的人嘛，甲承租的啊。啊，承租。伊嘛有一寡是甲承租的啊。啊，你若讲今仔日完全拢无承租，嘛无伫遐咧做养殖，安尼你去话？我们真的乐观其成，啊！那队伍行走的这人，你们给他哪交代？对吧？你们要怎么交代？即卖吼，即卖就是讲迄个湿地的立法哈，就正如李议员他讲的，咱就是讲希望咱这些湿地法以后哈，真的是能够让人民有利啦，哈、啊！但是难免画了湿地法以后，也有一些不方便，也有一些限制啦。哦，对啊，你那个白卡白手嘛，不是一些限制啦。当然，我们现在还在跟中央啦来做沟通，哦，避免哈、哦、这一些限制啊，就影响到人民的生计，
好，这个部分呢，当然站在我们农业局的一个立场，我们也都尽量啊朝这个方向啊去做，因为这一个湿地法哈，它主要的几个重点，它是要确保啊湿地的治洪功能，就是讲啊原来有水的所在，可以啊赶快哈用做取水，好避免讲啊困难的时候。啊，感谢着咱陈耀祖议员哈，啊，对咱湿地哈，甲咱市政府农委会所有的建议了哈。那么，所以咱是毋是请咱蔡委员哈？第一，至于交调了长期的感情了哈。第二，我想大家有来议会了哈，啊，有来无讲怪怪了哈。调了，我先讲起来，这个卡多伊个干部做啊，真好吼，先讲吼。一旦讲我来议会遮久吼，毋捌讲议员用遮济精神、遮专业的角度来讲这个湿地问题啦吼。当然，我是界关布袋镇的人，交咱原属的台南县北门吼，一个桥之隔啦。阮的故乡毋是足济亲戚，毋是盐吼，拍盐的就是吼饲鱼啊，目前足济亲戚拢伫遐。我感觉是安尼，甘蔗海边伊个前途吼，因为登起来，要来讲企业的收入伫台湾也好，哎，也是讲吼伊个前途也好，改成无从事工业也好啦吼，所以登起来改成海边拢无啥发展。我这个倒等于阮部队啊，涨潮吼，阮的祖先的毛阿婆拢有水淹去。啊，做一个落一个雨，差不多大概拢做水灾啦，吼、哦，做水灾。伫海边无化为工业区，佮感觉一个代名词就是农业，收入低，教育程度较低的所在。我想，或许局长你会否认啦，吼、哦。所以做了好歹，因为是作些颠倒，我张望改成网络咧看看，改成台中一个甚物高美湿地。这么改成是日本人来台湾观光的第一个首选啦，吼，首选。啊，不过咱台南市湿地改成也无听到讲人来观光啦，吼。我当然要拜托咱吴局长，吼。吴局长，你台南市整个政策土地拢你差不多你咧处理嘛，吼。一定你有同意啦，吼。无卡的中央改化做这大的湿地面积啦，伫咱台南市内底啦。我拜托讲安尼吼，这城乡差距吼。海边交较，咱讲的较沿内陆的吼，西部平原，迄收入真啊超够济哦。真啊，不你也看咱台南市啦吼。来，北门七股吼，将军吼，这边一直来吼，到南区，收入我看个拢无足好啦。免我有海边的人会感觉讲，交较，咱卖讲高速公路较歪。哦，海边这边的收入会差遮多。刚才讲咱，我咧讲，咱讲咱台是发展到，阮客房愈来愈歹啦吼。啊，海边的人改成前途拢愈来愈歹，所以我看调来的闽南人改成收入，我若有时去七股食一餐，有使足久的作业啊，改成也不看到一间厝啦。哦，我咱政府管这了，登起来就是我比以前的海边啦。我刚刚咧讲是讲安尼啦。无啥物前未子孙，我看无未来也无前途。安尼讲公平啦，就是讲讲公平啦。因为你海边的人，你散个应该要散啦。哦，政府管制，我较早咧海边的时阵吼，我像咧做金米总部吼，你俩招数的时阵，这渔民吼，我这方面我无足了解。后边入管海岸管制区，无管同意袂使。怪兽要去渔管啥物，要啥物多少人要翻土啊啥吼，要去咧拍。啊，无，阮同意也袂使啦吼。啊，真安怎我唔知。刚才讲局长，你当年农业你也较艰苦啦吼。吴局长，嘛小我吼安尼，运气是我转一个吼。改成袂像印度，你个啥物
什么你是什么族，以后永远你子子孙孙无法都无修改，就我是拢去做的，拢注定拢歹命啦。哦，这人你刚才为什么有这人？你有没有看看一个？有可能改变讲海边，以后未来前途会足好，安尼未啦？有可能无啦。感谢议员啦吼，其实阮即几冬包括即个办门甲切工吼，阮已经拢主动帮因办都市计划啦吼。哦，办门的即个都市计划公开展览嘛，已经审查拢完成，即马送去落进步。啊，切工，无啊，人工都来完成。啊，所以我甲伊做报告就讲，阮伫办门甲切工吼，拢是主动甲公有土地吼，大概就纳进来一起规划吼，会当提供咱即个周边居民吼。要生活空间需要，包括住地区，包括这公设施，拢我拢已经主动。啊，你咧计划可能唔能定定，拢开始拢起。啊，所以办门都是计划已经上个增加都拢无前途，永远都无前途。啊，无你咧规个拢搞了遐人，刷刷的拢卖住伫海边啊，全部拢啊刷起来，咱都去挂公务，大头较好生活咧。办门甲七股的这个企业吼，一个发展了算袂歹，所以阮只是伫边啊规划这个商业观光的地区啊，佮有这个。迄、那个主题区吼，可能当伫遮就近来住。观光也无啥有啦，赤水也着定定定着，当赤水尔，啊赤水也着咱掠，要买个放伫遐放来掠个啦。其实自然生产的足少啦。在地有伊真好。好啦，既然我讲伊属啥呢？因为这地步我无专业啦。是我是会当感觉讲吼、哦，海边的人，我细汉到今哦，也无啥前途，也无啥变化，都散路很散哦。啊，主题也无法度伫遐就业，啊，拢走出外口，啊，都永远拢剩老人。比阮附近的较严重啦吼，啊，恁有责任就是讲吼，免怎好海边的人有一个即老落来的人有一个较好的收入、较好的生活方式，唔是愈来愈严，即愈来愈济啊！你国家有需要一个私地，啊，我来看这边，较歹我来甲画画咧，啊，无经过法定的程序，迄条来讲，我无了解有无啦吼，啊，准啊无经过居民同意，我感觉是较无利啦。即卖民主国家可能就是较无利啦吼，啊，我卖讲上者，我甲支持，因为吼无。无吼，恁执政党，唔是讲执政党，咱技术官僚拢无人监督，个也未通啦。哦，知影来个是，加阿妈讲白蛇听讲，恁来做唔对，爱去改善，哦，安尼较合理啦。哦，啊，我卖讲上电，这题目我无熟悉，我个人插队个，我本来是登记第排，啊，台后边我个换个第二个吼。多谢主席，我时间，哦，啊，恁这几人爱当拜托一下吼，卖定定你拢重视都市，无咧重视增加啦。对啊，所以我头啊，你拢重视都市，我拢知你啦。你咧看无啥，去增加人啦，我拢知你啦。我嘛是原地有那算办门出身的，啊，你这你我来当来，我来爱念，也无送去增加。所以我会甲你报告。啊无，伫阮台北人，今仔坐你也无清楚着啥大产业。办门的都市计划，我拢主动去办啦。我本来做三个啦吼，台北个十七区啦吼，你看我多甲清楚着啥物台积电，啊是讲一个啥物。一个红海，一个设厂两万人，啊，我以后的机会我都卖来，好冇？就阮个个努力啦，努力努力努力，台南关努力到台南市，阮遐都无一间像南科啊，做个大工厂啊，因讲好多人，每一下因讲塞车，要入来台南市，哦，啊塞车塞到足严重，阮拢无啦，你有一间我卖的机会，卖伊问啦，哦，好冇？那前古台南关前厝较近啊，无半间，啊，人口愈来愈少啊，收入愈来愈少，啊，就讲，那。自然淘汰，啊无你就甲人家拢刷刷来吼，那带起来去公务吼，你讲即马要去社会住宅，拢甲遐人刷刷来，啊一个固定还偌济钱，我遐搬搬咧，互你看要做啥物私地，要创啥水在恁啦，吼、哦、建议啊吼建议。啊，感谢咱作为议员吼，我相信伊对即十地对咱单调的议员诶，即个支持多啦吼，而且讲实在是非常感谢。那么甚至咱吴市长迄、那个。迄、那个咱作为议员咧讲吼，希望啦吼，希望就是会当伫咱台北吼，看许两万个就业机会的迄个企业吼来做有无啦？安尼吼，我相信咱作为议员哦，以后都袂甲咱问遮济啊啦吼。啊，所以感谢咱的作为议员啊，刷入去咧，咱来请单调的议员哈。感谢大会主席。我再一次发言哈，要甲。分嘉南国家风景区，台江最近下晡三点开，我都会遇到。我咪问讲，先呐，市政府好意请你来，你唔来，迄是一个尊重。啊、你甲看含市政府议会伊都唔来，伊免我甲居民做伙，即卖要搁扩充版图，我都感觉足奇怪。我感觉咱公务机关吼，真的是不要学习他这样子，这是相互尊重。
啊，当然你是中央单位，我那较歹势。啊，你交通部云嘉南国家风景区是没有警察大队，台江有警察大队，所以伊就变哥啊。那我一直在我们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观光的地方，这是打从心底讲的话。我们也希望观光旅游局，我们市府的观光旅游局，把一个状况列进去。我已经咨询了好几年了。日本有一个淡路岛，它开发了100公顷，叫做淡路梦舞台，它是促进当地观光最大的源泉。它不是工厂，但是它能解决住，能解决吃，还有让大家都愿意去3天、5天、10天，而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去。我有去过，所以我把观光旅游的一个大的方向，希望你们回去看一下淡路梦舞台它的发展，它就在海边。那第二个问题是，云嘉南国家风景区好像国家公园都一直在侵犯你的管辖土地，而且你好像是被人予取予求。我唔知影讲，恁的立场到底是安怎？是会使受灾人？哦，啊无你嘛报告给阮居民，你是唔是当受灾人？所以人一而再再而三，湿地要占你的地。啊，迄落台江也要占你的地，这个我很纳闷呢。如果等一下有机会，请你也解释一下。我等一下留个时间呢，让你看听听你的观感。那另外，台江国家公园来了以后，我们活生生的就东渔翁，农业局长你也得听了。东渔翁被管制的就像戒严一样，第一，伊袂使抱担物噶。伊若急批申请来，甲恁申请急批产业道路，他几乎要4个月以后，内政部核准，他才当去批急批。这个活生生的例子不是假的。第二个，没有自来水，砍一条自来水，讲要500万，是对一个温州活动去砍，啊，无被蹲去木林，台江也不蹲去木林，土地是台南市的土地，我们收了人家的租金，啊，无被给人砍自来水。大家拢载水去，这个情景，恁拢无去甲渔民了解。啊，佫刷咧，袂使去问了。即马较一个办法出来，佮讲，你若要去，会当3.5公尺，啊，几平安尼尔。即马较有迄个办法出来，佮来要收准伊个水沟，伊个水沟迄个闷嘛，土会烂嘛，迄栋土沟啊，迄个闷啊。要收准，就要去报，报来进报东移，了才会当，才会当收准。啊，这无限制面，这里呢严格的代志，就有够离谱的对啦。啊嘛，袂当有水银顶呢。啊，东移运先话长期你提供给鸟仔食鱼啊呢，因啊大概温的温啊，若靠起来，就是鸟仔飞来你食呢。它是一个辅助的地方呢，所以遐100几个渔民，佮包括伊即马要扩充面积，即马台南大厦无要做啊，市府也无要甲偷得转来，所有权人是台南市民呢，管理人是台南大学呢，即马台江公要甲收去做伊个土地啊，伊个收得转来，通佮租出去予即个渔民伫遐咧耕作，对黑面琵鹭它也是有帮助的。啊，即摆迄个皮鹭拢大家去啊，伊嘛无爱固定在一个所在啊，所以即个因的艰苦，你得爱深深去了解。那另外，我看着你的结论，你的结语讲，湿地具有含氧水源、净化水质及确保天然治洪等功能，即摆拢无人去你用呢，即摆拢定伫遐呢，也无人去你挖，无人去你开垦呢。沿海梅西台风，沿海的征讨，达征的做水灾呢？咱足济有50公分的报来伫市府嘛呢？所以嘛，卖讲这好笑的代志。啊，原来迄块的平地要平35吨啊！你讲湿地那些的保持现状，那可以净化水质，可以确保天然治洪功能，
啊，移民的收入会更好，你骗笑诶！我感觉吼，卖公共迄白贼话啦，现状都安尼啊，讲伊啊嘛是现状，一声你都打行你嘛袂使个叮当。那另外有涉及七股盐田的湿地，有涉及到青山渔港跟将军渔港中间的腹地，现在将军渔港开40亿。啊，一直做袂起，即马船老大又去走啊啦，打开来开2-3千万伫遐，我阁收打啊啦。啊，你迄落观光旅游局讲要伫海水浴场头前起一个高公顷的观光大饭店，嘛石沉大海啊。所以类似这恁根本伫海墘啊的照顾，确确实实是予这渔民足失望的，就对啦。我讲的都拢实在，现在将军渔港当时苏焕智他要做游艇码头，结果跑到安平来，啊，游艇码头也没也不见了，也没有了。足一人要去设厂去做游艇的，嘛别去走啊。海墘啊，就像有遐讲的，讲现在海墘啊袂当较好，嘛真奇怪的代志。那么云嘉南国家风景区。是不是你发言了一下？我刚就刚刚你的辖区的土地一直被剥夺，你是不是？虽然你是中央单位，也麻烦一下，是不是？你表示还是不要表示意见？啊，那呢，人家能够交通局的代表也当你讲一下好不好？感谢的，感谢台湾哦。对台湾对这个湿地议题这个侵略吼，我足敬佩啦哈。那台湾的这个问题吼，因为阮的学区一定是会伫林政府内底嘛，吼、哦，啊，所以其实阮是大家互相尊重的啦。阮会当发展阮的业务，啊，比如讲林政府有需要来甲阮帮，我嘛是会同意啊。啊，那像台江国家公园是伫阮的后壁成立的嘛，吼、哦，所以即个可能是伫较上位的迄个决策的问题啦。啊，但是伫阮来讲，阮会当发展阮的业务，阮感觉这较重要啦。谢谢，谢谢啦！你是啊，讲有重点嘛？你较含蓄啦，哎呀，遐阁有一个61线，会来曾文溪大桥要做哦。这61线是无几只车呢？你若去里面买飙车去啊，上好，无几只车呢？啊，一个盐埕的交流都要做得很漂亮呢。啊，结果曾文溪大桥将来湿地做了以后，你看看，那是一个国际级的湿地的。这个啊，黑影都在我的脑海里面了。七股工业区将来的排放水能达到那个标准吗？因为我卡在营建树呢，地方的发电是足可怜的啦。那么，请主席谅解一下，我这个因为我有时间，但是苏焕智有一篇国际蓝展的文章，因为我12号要在要伫后边，安溪寮或安溪要办一个说明会，拜六的暗时啊。6点半，啊，所以我这篇，因为你拄啊建设委员会，我往那读一下，我感觉真有意义。苏焕智吼，伊伫迄落10月30即透早2点吼，脸书发表吼，伊讲国际蓝电要迁离南回园区，会效果会安怎？台南市政府坚持要将国际蓝电刷去认定。反对伫台湾南花生技园区来举办国际蓝电的理由，主要是第一，停车空间不足；第二，设施无合，动线无顺；第三，委外管理的厂商，伊的设施就爱拆除。这三个理由，伊讲以上的理由根本都未成立，驳斥如下：第一。停车空间不足的部分，距离园区东南方差不多500公尺，有一个废弃的营区。展览的期间，若真正有停车不足的代志，嘛会当甲借调废弃的营区来做停车场。而且有固定的接驳车，已经是12档的经验啊，根本停车毋是问题。第二。设施未合，动线未顺，
伊讲国际蓝电伫南花园区已经有十二冬的经验，动线的问题早已经唔是问题。蓄电的单位本来就爱善用空间来这个环境，或者是改善空间的环境。为什么过去唔是问题，今麦才成问题？第三点，委外厂商设备必须要拆除的问题。目前委外厂商已经终止关系啊，这个问题完全无存在，而市府目前也无委外关系的存在。就算未来委外，也可以要求厂商配合每一档的国际蓝电所需要的空间来净空，而且委外厂商通常拢非常欢迎，非常介意每一档的国际蓝电。会当大大提升园区的全国甲国际的能见度甲知名度。而相反的，台南市一意孤行，一意孤行，将台湾国际蓝电一旦迁移离开台湾南花生技园区，会发生这个代志。第一，台湾南花生技园区的地位将丧失其重要性。第二，台湾国际兰花展将沦为台南国际兰花展，将不再是台湾唯一，而逐渐沦为地方性的展览。第三，台湾兰花产业的国际行销功能将快速下降，整体产业未来的发展将产生弱化。第四，大兴林地区整个观光行销、农村生态文化之旅的旗舰性行销计划将会消失，将严重扼杀大兴林六乡镇的观光农村旅游。其实，当时争取台湾兰花生技园区的计划时，就已经将一年一度的台湾国际兰花展列为整个配套计划的一部分。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是一年一度的台湾兰花国际行销计划，邀请全球兰花的国际买家来台湾采购。如今将台湾国际兰花展予以拆开移到仁德，不但降低了台湾兰花生技园区的地位，而沦为纯粹的生产基地，不再是生产、行销、贸易、展览、研发、生技与推广的综合性中心园区地位。而离开了台湾兰花生技园区的台湾国际兰花展，事实上将沦为台南国际兰花展，沦为台南国际兰花展。台北、台中、云林、嘉义、屏东，其他县市都可以主张他们要办国际兰花展，为什么只有台南可以办台湾国际兰花展呢？离开了台湾兰花生技园区，台湾国际兰花展，台南就没有条件说它是唯一的。即使从去年2015年，台南市政府把国际兰花展的承办权从兰花业者，也就是台湾兰花发展协会手上抢到市府的手上，就已经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盖兰花业者主办的好处是，业者比市府更熟悉业者，也要更熟悉国际的买家及兰花客户。由业者主办的好处是：一，有更多的参与感；二，业者有更多的投资参与；三，可以带动更多的国际买家来台湾参观洽商。去年市府的一意孤行，已经导致2016年的国际兰花展成为历年来评价最低的展览，国际的买家也是来的最少的一次，而参观的人潮也是从30万降为10万，最少的一次。从2002年的开始努力的台湾国际兰花展及争取台湾兰花生技园区，至今已经14年，曾经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也是中国列为学习的台湾的农业标杆计划。如今在台南市政府的傲慢与偏见下，正逐渐走入倒退的历史转折点。
身为此一计划的原属总策划者，不得不提出历史性的证言。兰花产业者因为园区管理费问题而得罪市府当局，但也无能为力，他们的无奈可以理解。而大兴岭地区六乡镇的乡亲将丧失台湾国际兰花展此一地方旗舰性的观光农村旅游行销的活动，将严重影响地方未来的发展。如果地方的居民不能站起来捍卫地方的发展命运，那也就是命运随缘了。好，谢谢各位，谢谢。啊，感谢咱调来议员哈，这个发言了哈。那么，今嘛咱再去换迄个李文清议员哈。迄个多谢主席哈，迄个柯局长，迄种其实是安尼啦哈，因为像这个当然兰花这个展览哈。要刷来认定哈，这个和咱今天的主题是哈两个问题啦哈。不过我的看法是安尼啦，因为像讲阮都有去参加的一挂迄个兰花农哈，有闹下面做一个互动啦。其实因是有呐，较希望讲咱政府会当正做因的后盾啦。我想这个是一个上重要的一个原则啦。是。啊，当然我知影讲政府咱今要刷来认定的这个展览馆，最主要咱是有哪要甲迄、那个后边的兰花园区吼，要甲委外出去，嘿，要委外，要正做一个生态性，对，结合商业，结合展览，对，因为安那呢，当然我有哪有看咱的这些花农吼，有哪有。当时啊，咱有哪拢会甲请教啦。有甲请教。啊，因咧讲是讲，因为看这个展览吼，因为咱今仔展览的时阵是讲闹热啦。啊，其实含这个花农，花农因是外销的市场啦。对。因的竞争的对手是伫世界。世界。对。所以，因为咱的蝴蝶王国吼，蝴蝶兰吼，咱的兰花王国吼，就是咱的蝴蝶兰嘛。哦，因为伊这个要量产，伊得要差不多。几十冬的时间的培养，伊才有法度量产。普通是迄三到五年。对对，啊，你三到五年，这无一定会成功的。哦，所以即马咱已经有发展一个一个兰花一个园区的一个条件本钱哈，咱已经拢形成啊啦。好，所以即个当然佫有气候环境啦。啊，暗时有哪讲外国伊要来学咱的这款的一个技术哈，即个的。伊就有法度，有当时啊，你阵技术有法度，有当时啊，环境种种，哪个有真济，即个一挂配合的这个条件。好，当然这是地外话啦，哈。迄、那个好，安尼，迄、那个我像好你啊济啦，哈。我想要请教咱分家南宏宏观处啦，哈。迄、那个别来甲你请吼，处长嘛，哈。是副处长，副处长是。哦，迄、那个老啦吼，红啦吼，迄、那个副主任请教你在地底，云林，云林啦吼，啊，云林住底啊，云林有较山内有较海口，哦，口湖，啊，应该云林口湖伊即个上主要嘛是渔业的，吼、哦，口湖那是饲鳗，吼、哦，较早前是饲鳗，吼、哦，啊，饲草虾，吼、哦，啊，即、這个放粉鱼，吼、哦。那是养殖为主啦，哦，啊，当然即马咱养殖吼，迄、那个过去咱台湾是饲鳗王国啦，后来讲草虾王国啦，吼、哦，啊，但是呢，拢无相当的好光景咧，吼、哦，啊，即马像讲，当然我会问，或将会含你检讨一下，就讲咱来到即、這个，分家南风景区，吼、哦，咱。办公室伫迄个北门嘛吼，啊，像讲咱对即个当地人文风情吼，种咱毋知即、這个了解偌济啦，吼、哦，啊，像讲咱有一个青军心嘛，对无？吼、啊，有一个南军心嘛，吼、哦，啊，即、這个青军心、南军心，伊即个地名是安怎来？你敢知影？我毋知啊。你唔知啊？吼，咱像讲安平就是偷军心嘛，吼，
啊，还有一个二军星、三军星、四军星、五军星、六军星到七军星嘛。哦，所以咱对这个地名来加看，就是讲伊这个军星一定是伫海边啊，这个所在啦。哦，就讲伫湿地。哦，啊，你像讲咱的这个啊，北山尾，吼，哦，海山尖啊，吼，哦，望啊寮山，哦，咱的这个七股的下哦。啊，这个夏哦，你若像咱台湾话拢安那讲啊，诶，这夏哦是后来啦吼，诶，这个中文啦吼，迄个中国化了吼，就讲受到这个中文的影响啊，咱才来讲四湖啦。啊，你若像咱迄个古早咱的这个吼祖先拢安那讲，你敢知？内海啊嘛？啊？内海啊？内海啊吼。啊，这个当然内海啊，吼，咱冇讲啊，浅平啦，吼，啊冇讲迄个海平啦，吼，啊那冇讲迄个你若讲伫较内底深啦，吼，叫啥？你若像讲伫永康大湾即潭溪，吼，伊即个讲喇叭啦，吼，喇叭，吼，所以迄个讲，迄个有一个南里，吼，南土啦，哦，即个暖土啦，吼。啊，这个是咱的一个古早吼，哦，一个迄，那个语言啦。啊，即马当然即马都湿地啦，吼，啊无都四湖啦。啊，其实爱遮，啊，的这个环境吼，伊，哦，这拢是对迄，那个吼，哦，像咱的咸水溪，咸水溪的发源地就是伫龙岩嘛，伫草山嘛，伫左顶嘛，吼，哦，伊就对遐啊，即，这个流来到咱的这个啊，迄，那个四车大桥嘛，吼，哦。啊，这个咸水溪应该，是咸水的咧，吼，哦。但是，伊这个咸水溪发源地，咱讲伫龙岩，伫山顶啊，哦，所以表示讲，伊这个名词是唔对的啦，哦，应该是讲考管溪啦，哦，你若像讲伫新化，还是讲伫较内底新，因就讲考管溪啦，啊，这个咸水溪就是考管溪的支溪啦。嘉南大圳是阮啊对这个啊咸水溪吼考管溪的支流啦，哦，啊你像讲这个闸门溪吼，迄，那个嘛是将军溪吼，将军溪应该嘛是这个啊咸水溪的这个支，迄，那个闸门溪的这个支流啊，哦，然后闸门溪发源地的是阮啊伫阿里山这个所在嘛，哦，伊都对起伫山顶嘛。啊，你也看像讲伊遮个沙吼，年久袂侵吼，所以这个屏东垦丁有一个啊红背沙的一个所在。啊，这个红背沙，伊就是每一冬吼会落山风，啊，甲这个海墘啊遮个沙吼，因为伊这款的地形、这款的环境，吼，伫这个落山风甲遮个沙。甲加起哩到山顶啦，然后到这个雨季来的时阵，哈，伊就即个沙就因为落雨的关系，所以这个沙就对山顶流来到海墘啊啦。哦，啊，伊这个每一冬伊就是安尼，哈，这个自然的环境伊就是安尼咧运行啦。啊，结果的时阵吼，即马咱怎啊共做路嘛？哦，啊，怎啊共种这个树啊起来嘛？所以这些沙怎啊找无路通转去伊来的这个所在啊？哦，所以咱做一个，所以是安那咱咧讲啊，这个咱的本土的一个文化哈，哦，一个重要性啊，哦。所以我头句话咧讲，1940年到1980年的时阵，是台湾整个的一个山难的一个灾难呐，啊。哦，因为迄个时阵是戒严嘛。其实日本人伊伫这个1940年，伊就甲咱啊，这个像阳明山的公园啊，这个迄，那个新高吼，哦，新高山的阿里山的这个国家公园，伊嘛要画这个垦丁的国家公园啊。哦，啊，因为这个戒严了后，怎啊禁山禁海啊？啊，禁山禁海了后，这个山鸟处多伫啊，温馨嘛多伫啊，彻查多上好势啊。哦，所以。咱的这个生态，哈，哦，咱的这个土地，哈，哦，应该咱拢得爱，哦，人是伫自然的中间呐，哦，人是伫自然的这个中间，
所以咱唔通讲啊，这个吼、哦、我要去甲限制啊是安怎？吼、哦，这个颠倒不利咱啊，诶一个环境的保护啦。吼、哦，你若讲今仔日大城湿地，若无遮个讨海人，若无遮个渔民，吼、哦，因伫遐掠鱼啊，吼、哦。伊要哪会当讲啊？因为咱要来开发啦，所以反倒爱站出来反对，站出来抗议。然后这个声音得到这个社会共鸣了后，咱就会当把这个八轻呐，这个石化业吼，赶紧甲动起来。吼、哦，咱就会当留予咱的子子孙孙呐，一片的这个青山绿水啦。吼、哦，所以这个吼，迄、哦那个红线吼，嘿，这个、咱其实我是感觉讲，像讲咱。小小的一个台湾啦，吼，啊是讲小小的一个台南啦，哦，你啊看咱有观光局啦，哦，啊咱有台江国家公园啦，哦，啊咱有分家两分。你个气人呢？你啊看一个小小的一个台南，吼、哦。这个公家机关公务人员是愈来愈多咧，哦，啊，咱这个海墘啊，吼，因为农业破产嘛，哦，所以这个少年人伊留伫农村留袂掉啊，伊得爱离乡背井吼，啊，迄、那个出外去打拼，哦，你要看咱的这个农村农业渔业，吼、哦，咱就消失凋零，像日本呐、啊，吼、哦。你像今仔日早起，我出来的时候，我搁咧看这个国家地理频道。哦，这咱台湾人真厉害呢。哦，伊去到太平洋一个岛的所在吼，啊，去伫遐啊咧掠这个鱼啊。哦，安尼三冬才有回来台湾一届啦。哦，当然恁拢有上岸咧捕鲸嘛。俺去遐可能掠迄、那个鲫鱼暗沉吼，掠迄种迄个土螺，吼、哦，还是讲迄、那个船顶吼，哪有直升机呢？吼、哦，啊，伊就安尼，迄个去巡看这个，吼、哦，像伫三十海里、五十海里外，又去巡到这个啊，这个龟吨的鱼的时阵，因的船啊，伊就啊，爱去迄个所在，去个所在掠，吼、哦。所以，这个咱的沿海啦，吼、哦，咱全台湾，吼、哦，迄个处长，我搁请教你，迄、那个像讲，迄个美国文啊由来，你敢知影？啊，什么？美国文啊，我唔知啊。美国文啊，伫底你敢知？唔知。你也话唔知。哦，当然，你这个应该，你分家南方景区是管家倒呀？管家？台南家己分林，甲分林。台南嘛吼，我那到台南嘛吼。台南的这个安南区。安南区嘛，哦，啊，你也想讲分家南方景区管家安南区，啊，这台江风景区，伊嘛是管家安南区，啊、哦。所以你要看咱的政府吼，你看钉钉塔塔，伫咧创价物嘛，哦，啊你讲坐牛，咱就打无本咧，哦，所以应该咱的政府爱改革的，因为咱即马单一窗口啦，哦，单一窗口，哦，其实咱一个人就会使啊，哦，一个人咱就会当搞这个民意吼，所以咱伫电视的顶面吼。我足爱看迄种迄个 Discovery 啦，吼，还是讲国家地理频道，吼，咱会当看人外国吼，人因一寡保育伊安那做，你看人因就会去迄个海墘啊，吼，啊去溪边，吼，啊去，哎哦，啊伫遐咧钓鱼，吼，还是讲伫遐咧掠鱼，哦，哎哦，啊你即落即安尼上大尾，吼，上细尾，吼，啊即个你安尼无下规格，吼，啊所以，即个我政府我，吼。你若想讲即款的一个做法，我想即个不管你讨海人，伊嘛足欢喜的啊。哦，你像讲阮安平的即、這个即个讨海朋友，哦，伊常在咧讲文情啊。哦，啊像讲有当时啊，即、這个咱大只船啊，即、這个束网、卡网啊，即、這个网啊、网啊，迄拢拢迄个迄落网啊，目拢真油啊，吼、哦、啊大细尾掠起来啊，吼、哦、啊即、這个破坏咱的渔业资源啊，吼、哦，即、這个其实吼、哦，咱的讨海人吼、哦。伊就足想要去啊，这个保护这个这个渔业资源啦，因为这个渔业资源伊若无去的时阵吼，伊就无法度生活咧，吼、哦。这个好，安尼你也坐啦吼，歹势吼。迄个局长，你敢知美国文来这个由来？哦，你看唔知咧。好、哦，区长迄、那个我看真区长，区长那不一定知啊。因为安那呢，因为阮老爸有那做文啦啦，
哦，啊，阮做阮啊，阮是拄发拉财啦。哦，发拉财就是讲即个白神啊。哦，所以咱咧放即个萨巴拉吼，伊拢有放两水啦。哦，咱较早讲千平的，啊，千平一架当差不多2000尾左右啦。哦，啊，迄免饲饲料啦。哦，伊到那即个茶水的发拉财吼，才4-5寸呢。哦，即马像讲那春天雨水，吼，啊，即海水，吼，热天啦，伊即马着水甲立起来，吼，啊，寒天暂时着拍平可屈可稳啦。哦，啊，即马迄个水放入去了，鱼仔甲吼放落去，吼，对发拉块甲放落去，伊差不多2个月着会立起来，吼，啊，伊迄拢毋是食饲料的。哦，啊，即个后来的时阵才改做深度啦。深度吼，一架当就当饲茶的20000尾啦，啊，这就是高密度的一个养殖啦。吼，我过去的时阵，我伫迄个做兵回来，吼，因为咱吼有那探家人嘛，所以我就伫这个安平的这个所在，吼，伫这个秋茂园、西光岛、支行岛、一寨金城，吼，这个所在，我就载迄个犁啊，吼。再去到这个屏东啊，去有草鞋啊，啊，这个食啦，吼、哦！我上再去到迄个高鹏啊呢，吼、哦，咱迄个中山科学研究院咧做飞弹、射飞弹迄个所在咧，吼、哦，这个经过分水岭、满洲啊，这个一边太平洋，一边台湾海峡，啊，搁一边是巴士海峡咧，吼、哦！所以我咧讲，迄阵你啊看，咱就是啊，这个讲草鞋啊王国。所以有当时啊，咱局长咱做一个公务人员吼，咱是有哪向这块土地咧学习，吼，我嘛得爱去向遐个讨爱人，去向遐个渔民，吼，我爱去甲因请教，即个做有哪人，吼，啊，去甲因学习，吼。虽然可能咱册读比因较济，吼，但是但伫实务的经验来讲，生活的经验来讲，哦，即个伊是咱的老师咧，咱会当对因的身躯顶吼。会当学到足济足济即个物件咧，所以咱的政府实在是无即无念咧。吼，你讲其实70年代的时阵、80年代的时阵，台湾的即个草鞋啊，虽然讲赚真济钱来讲，但是因为即个抽地下水的关系，和咱的地震急速的即个下降，吼，所以咱迄个迄个国家诶，分家南风景处，像你烤鹅、死鹅，因为现在要那地震下陷，因为过去饲满嘛。啊，你摸你就有哪会抽地下水嘛，吼、哦！啊，你若像讲咱伫台南这个所在，吼、哦，是安那？因为咱无被迫害，吼、哦！哎、欸，这个就是因为咱台南的这个水啊，无好啊，有洪啊，吼、哦、啊，有这款的一个体质啊，吼、哦！所以伊这个水的时阵，伊无多去灌溉，吼、哦，伊杂质重啦，所以唔只有咱北门的这个乌卡病，吼、哦。诶，即款的一个问题，就较早，因为咱无水通食，食地下水啊，啊地下水因为有即个成分啊，所以年久袂深，就变做乌下病啊，吼。所以，啊，咱若是要弄啊到迄个有正水的时阵，吼、哦，爱弄足深嘛。啊，你足深的时阵，一支井你得爱啊几百万的咧，吼、哦，爱迄个成本真悬的。啊，当然袂好啊，我都无爱弄啊。但是你伫屏东的时阵，你大武山脉、中央山脉，伊迄个地下水的时阵，伊是比啊，即、這个咱的溪水、河水更加清气啊。所以即个龙泉秘鲁厂、龙泉酒厂，伊唔只会当伫即个啊屏东，吼、哦，应该是内埔迄个所在，吼、哦，伊就是啊靠即个丰富的即款的地下水嘛，吼、哦。啊！你啊看，像讲迄个时阵，安尼，遮个渔民，当然大家我有钱通赚啊，吼、哦！我今仔为着生活，为着巴肚啊，吼、哦！因为政府无甲我照顾的时阵，当然我得用我家己的方法，我来生活啊。所以迄阵草鞋啊，多啊，即个黄金时段的时阵，介绍长好的时阵，长好期的时阵，啊，即、這个大家就地下水吼，抽的量就迄、那个非常非常的一个。超抽就非常的严重啊，吼、哦！所以迄、那个即、這个地震下陷吼，一当的时阵甚至超过30公分呢，有严重无啊、哦？所以你也看即马，哦，啊，咱搁再讲即个大平湾啦、啊，吼、哦！大平湾其实伊嘛是一个迄、那个湿地啦，伊嘛是一个海平，伊嘛是一个浅平啦，
哦，啊，伊就是有呐，所以有当时啊吼，咱有呐忙一个迷失，哈、哦，当时啊，你讲要做油田码头，啊，你讲安平的这个，因为迄个港伊就做起来啦，你就变做无利用，你就变浪费底下咧，吼、哦，这个就是讲，因为有这个环境，吼、哦，你就是有这个树丛，有这个自然，啊，有这个海平，有这个湿地，吼、哦。有这个环境，伊即个鸟啊啦，即个禽啊啦，即个虾啊啦，啊是讲即个人伊即个来嘛。但是即马咱的政府往往就一个啊，即、這个那阵啊讲哦，啊我要来建设什么硬体，吼、哦，我要来开偌济钱，哦，我做民意代表，我得爱来争取偌济建设，哦，安尼才会当表示我的一个成绩。但是呢，这款唔是对草根生出来即、這个啊，即个物件到尾啊拢是失败嘛。拢是变做蚊仔馆嘛，哦，好啊，咱最后一个结论啦吼，就是讲，这就是讲，今仔咱湿地要保护，咱唔通搁在外行去领导内行啊。你像讲，我甲恁问，恁大行唔知影咧，哦，安尼讲有当下较无客气啦。结果的时候，恁讲要来定一个湿地法，吼、哦，恁无去参加渔民生活做伙斗阵做伙，吼、哦，你无去感受到讲啊，即个即个。是，伊个即个因为咱们客较早咱并无即个提红花嘛，哦，伫差不多即、這个啊四十年代吼、哦、到八十年代、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第二届世界大战啊，甲即、這个吼迄、哦那个美军吼，伊、哦、都协助即、這个啊国民党走路来到台湾嘛，吼、哦，伊若要帮伊撤退时阵，你也想国民党伊敢有法度走路到来到台湾？哎、欸，我看即有那是一个吼、哦，所以。在这个美元的这段时间吼，伊甲咱卖咱的棉花嘛，吼，啊个啊，迄、那个啊，甲咱的这个织布的织的布，佮买倒转去嘛，吼，啊，迄阵一单有一亿万的美金啦，吼，补助台湾啦，吼，帮忙台湾，伊台湾的战略位置、地理位置啊，这个是伫啊整个的西太平洋来讲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位置，吼，所以这个美国。啊，伊感觉讲，即个台湾啦、啊，袂使去哦，即个共产势力吼、哦、来摕去安尼。哦，所以迄个时阵，伊就有呐，哦，你像讲阿胖诶，阿胖诶，听讲当时上济员工是6000个咧，吼、哦，啊，大家食阿胖诶头路，爱准美军伫遮消费啊，吼、哦，啊，迄、那个趁美金嘛、啊，哦，所以即拢是真珍贵诶一个历史，真珍贵诶一个文化，因为台湾诶战略诶位置、国际地位，咱非常诶重要。所以才有荷兰人伫大航海的时代，伊就来到这个台湾，来到这个安平的这个所在，来伫遮起这个列兰底亚城。吼、哦，这有当时啊，毋是讲咱台湾人，吼、哦，咱讲啊，我迄个有啥物款呢？这个吼，讲、哦、我主动去共侵略啊，是安那？咱并无这款的一个吼野心啦，吼、哦。但是呢，这个世界伊就袂讲甲，因为安尼台湾甲放袂记起去，吼、哦。所以。这个美国军啊，就是啊，伫这个美元的迄个时阵，吼、哦，这个提红花，吼、哦，啊，做起来了，然后有啊有来啊，迄、那个协助哦，来为这个军啊，吼、哦，做这个军啊，吼、哦、啊，做这个军啊的时阵啊，迄、那个遮咱的渔民遮来承租，吼、哦，
所以咱家讲叫做美国瘟啊，美国瘟啊，啊，当然咱呐想到美国，讲美国的水价较大只嘛，对不？吼、哦，美国拢较大嘛，伊的高墙佫较大汉嘛，吼、哦，伊也是拼争的关系嘛。但是咱呐想到美国就，哦，啊，这美国瘟啊可能真大，哦，啊，所以较叫做美国瘟啊。但是后来我有和遐个当地的渔民吼、哦，啊，大家伫安尼咧开讲，吼、哦，啊，咱就拢会甲请教，吼、哦，拢会甲问，吼、哦，啊，这个当然含这个美元，诶，这个。各有关系的哈，啊，这个局长，我像我的外公啦哈，我的外公那是顶山人哈，我老母那是七股顶山，这刁兰兄哈，陈义凡的这个故乡啦，所以其实咱台南哈，咱住伫这个台南的府城人，当作是咱咧讲府城人是伫这个城的内底才叫做府城人啦，那是伫城的这个外口的时阵，拢是由那五路人搬来啦。啊，五路人搬来当然是附近搬来上济啊，所以住伫这个台南市的80%-90%，差不多拢是台南县的较济啦。哦，啊，所以啊，这个就是咱的人文风情，哈、哦，咱得爱就地取牛，借力用力，四牛破千斤，哦，咱唔通讲啊，我。要来哦！啊，人个什么起迄个官楼、什么大楼、什么款的一个迄、那个，吼、哦、啊，咱就要来恶人，吼、哦、啊，咱就迄个要来做什么款的物件，到尾啊，往往拢是失败啊！吼、哦、啊，有当时啊，咱讲一个倒转来，就是利益的关系嘛，吼、哦，因为有建设的时阵，我就是会当，所以这当初时咧做这个湿地，我就有呐真反对，吼、哦，当初时咱这个嘉南大学一挂教授，迄阵洪正中，洪正中伊嘛是副市长，伊嘛是迄个环保出身的啊，哦，迄阵我就是真激烈的反对，因为我长期我住伫海墘啊，哦，所以有当时啊，我咧讲，这个无建设就是上好的建设啦，啊，这个咱听局长。无建设就是上好的建设啦，所以咱甲看欧美国家，你也看人家拢尽量甲古迹历史甲保存起来，哈、哦、啊，人因的这个啊、土地，人因啊，袂讲安尼乌白去开发，所以因要去开发的这个中间，因拢爱经过真严格的审查，哦，你也看像人因的土地遐尼大呢，澳洲嘛同款呢，唔是讲你怎啊，你要甲投资，伊就要咧投资咧。好、哦、啊！你要开发一个所在，任何一个土地，伊拢得爱经过真严格的一个啊，这个审查。好、哦、啊，那有者像咱台湾的时阵讲，哦啊，遮住一个，遐住一个，啊，遮开发，遐开发，啊，四个乌白开发，吼、哦、啊，结果到尾啊，啊，一挂咱真水的遮自然环境破坏了了。好、哦，所以应该咱的这个啊，要保护湿地，吼、哦，咱就拿先来照顾咱遮的渔民。啊，咱的渔民好伊安尼啊，有一个保障，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吼、哦、啊，咱的这个像讲啊，保险你加多贵呀，吼、哦、啊，你食老你有一个年金通领，吼、哦、啊，你就免靠家里施舍，吼、哦、啊，你就免讲安尼食老，吼、哦，搁去咧掠鱼啊，啊，搁去咧讨海，吼、哦，免搁这里那辛苦，吼、哦、啊，咱啊政府有一挂政策，讲啊啊，这个咱得，吼、哦，咱要来保护。哦、啊，政府都有予你一个基本固定的生活的一个需要啊咧，吼、哦、啊，咱若要推动一挂这个政策的中间，当然这个咱得四牛破千斤嘛，这个效果就加真好嘛，吼、哦，所以咱的这个吼、哦，因为今仔日啊，迄、那个湿地一个保护，吼、哦，因为我住伫海墘啊。哦、我想到讲，阮的故乡去予安平港甲阮征收去，哈、哦、啊，阮的温啊种下了后，哈、哦，迄、那个嘛差不多拢开了用了去啊，哦，但是呢，阮的故乡感觉有法多恢复无法多咧，哈、哦，迄、那个四大人祖先底下的一个拍拼，祖先底下的老岁老官拢无去啊咧，甚至即马安平港、香港，阮即马若要讲去遐。吼、哦，安尼掠一个鱼啊，吼、哦，啊要去遐佚佗一下，坐船啊要遐笑脸一下，坐牌啊要遐笑脸一下。哎、欸，有当时啊，伊甲你赶紧紧呢，吼、哦，伊哦，即个这是港区，你袂使来进。你要看，迄是阮的一个血脉，吼、哦，阮伫迄个所在出世，啊，阮的祖先伫遐流血流汗，结果即马安平港开发了后，吼、哦，阮竟然阮袂当去迄个所在，吼、哦，安尼。诶、欸，去遐佚佗，所以，即、這个咱政府应该记出即款的一个吼、哦、教训，吼、哦，
咱就迄个爱向遮的这个吼，其实今仔咱政府应该做的是讲你爱去改革啦，吼，你应该啊过去咱就因为这款的政治环境无正常，吼，你讲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世界都无人要承认啦，吼，啊你中华民国落来，你像讲新政府。新政府这款物件，这早都要废掉的物件咧。吼，啊，竟然你即马讲好一档，我你开3000万，啊，开3000万，迄嘛是钱啊，对无？吼，你政府你应该爱赶紧去甲这个无必要的这个过去的历史的包袱，吼，即马民地大开的时阵，吼，你应该先甲咱的政府先去甲改革个好势，吼，咱讲啊，这个。头若过，心就过，吼、哦！啊，这个自然社会，吼、哦，这个大家就会当安尼啊，这个有一个真好的制度，吼、哦，啊，大家就会当有一个真正常的这个社会啦，哦，所以迄、那个，吼、哦，迄、那个局长，吼、哦，嘿，歹势啦，吼、哦，有那安尼讲一大堆，吼、哦，啊，不过，迄、那个局长像讲，迄、那个。吼，后壁的南回园区即个花农啦吼，其实吼，伊即马经济嘛无好啦，所以即马当然你若经济好的时阵，人咧买花人就吼，迄、哦那个销路就较大嘛。你当你经济歹的时阵，你这是消耗品，吼、哦、啊，所以当然咱吼，迄、哦那个应该爱甲即个南回园区遐吼，互伊加做一个生态性的，吼、哦，加做一个迄、那个迄、那个吼。哦兰花展览吼，啊，含这个商业吼，啊，会当予伊安尼规年通天啦，唔是干那讲办一个兰展尔啦，吼，咱一年四季啊来后壁佚佗，吼，啊，先煞来遐呢参观这个园区，啊，一年四季拢有花农伫遐咧卖花，吼，啊，佮有遮个生理大，吼，佮遮个迄个安尼一个结合商业，吼，好，安尼迄个，吼，这个希望讲。吼、哦，咱大家做伙为着咱的这个环境来拍拼啊！水利局长，我希望讲吼，迄、哦、无必要的建设，你嘛做啊一大堆吼、哦。咱迄个应该爱做的吼，迄、哦、饮水、迄沟啊，迄开无3针钱吼、哦，啊，咱那个接接无通吼。干、哦、部局长，迄个苏局长吼，迄个咱个接无通吼、哦。你啊看像讲咱的工业区吼、哦，你讲你敢知影局长？你敢知影即马像迄鱼啊吼？哦那个呢？迄鱼啊，即马拢有药水味嘛？吼、哦，你知影？啊，文清兄，可要讲无？好，感谢咱文清兄吼。那么，我相信今仔咱所有讨论啦吼，这个专栏的报告。咱刁南兄、文正兄，甲咱中央书记员呢，大家拢非常用心啦。我相信呢，最主要个就是相信，希望咱农局长呢，对湿地这个部分，希望会当，互咱百姓会当了解，互因事先知讲，哦，你这个土地来为湿地是不是唔好，是不是好？那么这个湿地为了对咱地方有啥物帮助？我相信这应该农委局长，我们应该包括我们的拄啊局长吼，在这方面是不是讲会当充分甲咱的百姓？会沟通，让因会当了解。我相信，如果安尼呢，大家都袂引起日后是毋是有抗争的行为啦吼。我相信，这今仔的主题就是咱湿地专栏报告的这个最大的宗旨啦。啊，大家拢毛充分的讨论吼，包括咱文正兄毛去关心着咱啊，包括咱南华科技园区的迄个湿地的部分啦吼，南电的问题，南电的问题啦吼。啊，所以伫遮呢啊，咱来做一个今仔日的这个啊决议啦吼。所以今仔日的这个上午的议程，咱就到这结束。啊，嘛非常感谢着咱各位单位主管、新闻媒体、新闻律师，甲咱本会同仁，所以本案的专案报告，啊，直接到这做一个结束，散会。
我先跟你讲。